两兄弟是没有车在中间那个位置吗？跳喷一波，但第一喷的话没有直接喷到，自己的身位也露了出来。艾瑞斯直接将 Forever 给打掉。主要还是两个人，要一个人进来又没了。对，主要是这一波也有可能考虑到，就是自己过来支援的话，你开枪了，因为雷带的实在太多了。哇、这路上的也太危险了，小鹿被直接打下来了，安慰上山，而且高点上面还有 Pyro 的一个枪尾枪给了一下，再扫一波，不信邪，想掉头已经没机会了，顶着枪线直接往前走，郁郁的一波出枪拿到一番，又是郁，还是把 AK， 今年 CTG 人很多，但是远点有人打，另外一支队伍在抽，哇，高点这个位置打靶也太爽了，差一枪，据点打二人的配合。先放了一个，原地有架枪的，但是 Pyro 也拉了出来。CTG 可以扶 ，Pyro 要不要再继续？好哇，这么远的距离，这把就把 Flying 给抽下来了，麻了，这打到肢体八点血，哎呀，又一枪头 ，HQ， 500米的距离啊，我刚数了一下。这又被放到一个白龙马也倒了，但是有烟，可以抢救一下。Okay, 我刚看到车胎好，这个人全部把往北部跟南部去赶。小鬼，这是什么手感啊？今天十七在下半场的一个状态，12发子弹两个人，他还在继续输出。小左侧面再来一波。CTG 现在只剩一个，拉到近点了，速九十七把这个山头完美控制下来。这个点自闭起来，真的就是这个结果。是两个圈了啊 ，Pyro 加上十七的这种枪线上面的配合呢，任何想要盲扎从这个地方滞留的队伍都很难还手了。哦，龙将军倚了一波，自己没了。二六侧面补枪很重要，许生在排点露出了一个半身，没被秒，还行。要回撤了，对的，原点有人架，这底波清不掉的，许生没法清的 ，Monster 也没了，自己玩吧。要溜，这个点最好是能走就走了，因为 DSS 控制这条反坡，接下来就要上来清 FQI， 没有什么好掩体的这种位置。Pyro 又出枪了，真是一览众山小，小宋的距离还要远，就是十七抽悟空，我算了一下是500多米左右。哇，抽完了，抽完了 ，FTY 灭了。王同学一个人，现在想溜已经溜不了了。GFI 刚进坑里就开始吃雷，操作都没得操作。阿童木最后一个出枪机会，直接被炸飞，没有倒人。WCG 成功的把坑打了下来。这个地方，说实话 ，GFY 是真的一点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哎，林树在房顶操作，干扰天路近点排点，看小唐能不能埋一个人。但是松松这个雷喂到林树嘴里了，嗨，再给一枪头直接溜。这个窗口扔雷，好角度，炸到了玉，直接被放倒。研究过的，再来一颗补，锤起一颗雷，骄阳倒了，三打二也还行。有闪吗？对，有闪吗？打闪出，再来一颗，不打了，开冲。但对面是一个双架。队友，这颗闪把自己给闪着了，稍微急了一些。不等了，直接冲！哇，12K！这波天路，加上自己在那个门缝啊，洗了一枪头，太关键了。建议观众小伙伴们学一学这种道具。是的，是的，对，这种道具其实非常非常的优秀，因为本身在 rank 当中的话呢，这种电厂的位置就是一个热门点位。对的，这种点是专门练过的，特殊的丢道具的角度。距离有一定的啊，对，臂力不太够 ，Candy， 再努用用劲儿。这颗全程靠反应，直接往前顶吗？一v 一，主动出击，洗头再拉，所有人都在丢道具，没有人拿枪啊 ！WCG 开始反扑，只剩最后一个在车后的了，位置锁定了，再拉过来完全没有出枪的机会。小 A
瞬间被架死了。完了，这波翔鹿 gaming 的进攻没有组织好啊！是，大家都觉得要扔投掷物，但是所有人都去扔投掷物了，被抓一杆枪没有了，抓得死死的，拿捏了。这波艾奇还能稍微再冷静一会儿，但右下角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嗯、五阶段的蓝圈伤害。尤瑞的位置刚好是在这个白圈里，最后的围墙。我 Pyro 在这一局真是爽抽吧呀！嗯，扣了几分？扣了五分，还可以。嗯，还能扣，用四倍扣出来的。哦，黄之龙又拿一分。嗯，这两个人真会找位置。哎，马哥，马哥、哦，这还有爬出来让我扣的吗？他想要队友救啊！又来一分 ，AZ 那边的出枪，IG 的星星是直接被放倒了 ，AZ 倒了，被 KRG 给救倒了。对，菠菜的出手。然后三个兄弟是在南部看着 DSS，AZ 一个人，救不了，那边救不了。嗯，但 Two Tap 倒了，会不会影响到菠菜呢？没有，菠菜已经，菠菜管那些，菠菜我就要把这分给拿了，我还管那些，毫不回头的朝着 AZ 去了。五六七克雷把星星炸到，这局 WCG 推起来了 ，WCG 这个反坡都快打下来了，看侧面的灰灰能不能顶得住了。哦，这个凤有妹控的大杀器，有雷两颗，这位置还能做一个小掩体，继续往前面去走。嗯，但是前面这条路就难走了，再打到一个，倒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没有直接停下来对枪啊！灰灰连续打两人，蓝圈已经过来了，倒地的人拉不起来了。近点五七七想要直接顶，没给机会，艾奇两人还是防守下来了。哦，小灰灰的出枪，天霸的崔七也是直接被抽倒了。那个位置，那个位置本来是想看看北边的马路反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，有没有机会尝试 K K 分，高点有自己队友架枪的。十七偷偷的来劝架了。这波没有人看屁股，太执着了，都去执着了北部的战场，屁股直接被偷烂了。嗯，主要在天霸的视角里面，确实这坑里是白给的分啊。这十七满编过来的，是呀、啊，天霸遭中了，这波没有退路可言了，只能强行去打坑。还有坑里面的花神是倒了，但自己这招反坡没得操作，还在跑，过程中一直在被抠。远点的灰灰帮忙架枪。但是没用啊！这两支队伍全部都在坑里没有了。天霸这一波劝架，拖一下时间，等队友来，没时间打药的。今天再找，找到了侧面打残，不过有人架枪，一换二。十七这个反坡要吃雷了。小北还在输出，有雷要来了，被炸到啊！是被楠楠的补枪打倒的，只剩最后一个李 Ghost。这波只能往前去顶这个反斜坡啊，要不然一点操作机会都没有了。想要反斜操作一穿三吗？现在牛 happy 的注意力哦被发现了，嗯，被发现了，那没办法了。第一时间注意力是在北边的啊，后面调整了过来。菠菜今年有机会的，一个如果记的话，知道菠菜的问题应该不大。很谨慎，先排一排，但是远点有牛 happy 的一个架枪，明明的出枪 ，X left 直接被放倒了，场上形成了一个四打一打一的局面。不是菠菜，是 New Happy。秦龙哥换个位置再过来，啊，两个人想要在这个地方一决胜负，是，谁打赢谁就多拿两。OK， New Happy 的出枪 ，New Happy 直接选择谁都要啊。我这局只觉得一，但万万没想到他吃鸡了。他这一局。